房去，啊，看你看见纹这儿给你掏的明不明白就完事儿，啊，搁这儿呢，哎，呀，怎么样，大不大？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蛐蛐哥，不要叫错我的名字啊！我不叫螃蟹，我叫蛐蛐，因为我长了两颗大须须。啊，老铁，看我这两个须帅不帅？哎，我选项。在赶海的时候，发现了3只这个小海豚啊，不知不觉就在岸上飘着，就差不多要死了。然后，咱们给它放生了，给它放生，让它游走了，回到大海的怀抱。喜欢赶海的，双击加关注，看我直播。这是咱直播时候抓的那只大的赤甲红啊，紫色的啊，非常的漂亮啊，看嘛去，我了个去，非常漂亮啊，给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，我个去，太好看了，小花蟹呀，老铁，看，非常漂亮啊，可惜怎么不动了呢？不知道为啥不动了，老铁，刚发现的哈，喜欢赶海的双击关注，看直播。